好，刚刚呢，白白呢代替他测光很久了。请问呢，我们需要往前移动一点吗？好，来看看前方的镜头。正前方。好，现场呢？拜拜。好，来看一下中间的镜头。来，云儿这边。好，来，云儿右手边的镜头。好，来，云儿左手边的镜头。好，中间。来，中间的镜头。回到右手边来，这边。好，那我们呢，让一个拿着我看的写真书再补几张照片。好了，一样，先看中间的镜头。好，来看看一个右手边的镜头。来看左手边的镜头。好，我们一个人呢，左到右，右到左，可以随意的看一下，在哪边需要补画面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举个手哦。包子，你在这里？你在那里？好了，我们一个人也跳一下外野的朋友们。本内，你是要他往后看吗？你要人家面墙吗？好嘞，因为这边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要柱子后面的朋友啊，来，我让一个小位置啊。要曲老师啊。啊。好，来给群老师独家的镜头。我们最重要的贵宾。好，最后呢，我们媒体大哥还有哪边要补一下画面的吗？帮我举个手。中间。好，来最后再看一下我们左手边，云儿左手边。来，中间。好，来中间的镜头，最后倒数三秒。好，来看看左边的镜头。中间再一次哦。好，我们待会呢，媒体联访也还会有时间呢，可以来进行拍摄哦。好，谢谢。那接着呢，我们把麦交给云儿，请云儿来跟大家打打招呼。哈喽，大家好，我是云儿。其实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那么紧张，就看到大家都超级紧张。云儿那边没讲话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来台上，这次不敢远出去，来台上。好啦，这边有非常多喜爱云儿的朋友，你看那边还特别制作了一个小板板，超可爱的。曲老师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后面的小板板？很调皮哦。那当然呢，云儿其实今天呢，非常的用心准备这个签书见面会，就是想要回馈给所有支持云儿的好朋友。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呢，在把这现场的写真书呢，已经完全的销售一空了。真的是最好的动力了。那么呢，如果有想要继续购买的话呢，一样今天可以预购了。那预购买三本以上呢，待会可以跟云儿来进行拍立得的合照了。那么呢，现在呢，也要请云儿来分享一下啊、哦，怎么会想要发行这一本写真书？因为平常云儿呢是非常的调皮可爱、小朋友的角色，然后呢，就是小可爱的样子。这一次呢，好像长大了。今年呢，特别发行了这个写真书了，来请云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会出这本写真书，我觉得是一个是乖姐刚好在一个契机下，然后我进公司的时候，她跟我说：“云儿，你要不要出一本写真书？”但其实那时候的状况下，是我刚好在翻各个学姐写真书，然后她就说：“我就好说了，经常说，好漂亮啊。”她就说：“那你要不要出出看？”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打算想说，
要突破这个尝试，然后就是在乖姐的就是推动下，然后才促成这一次的写真书。啊，所以说云儿只是在那边说好漂亮好漂亮，然后乖姐就一通电话，对，就说联络哈。然后慢慢也谢谢乖姐哦，促成这次的写真书呢，掌声。那我们乖姐也在现场哦，请乖姐呢跟大家打打招呼，挥挥手。我们最美国民乐母。谢谢，那谢谢乖姐呢，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全新不一样的一个云儿了。那么呢，也要问问看云儿这次呢，在准备这个写真书的过程呢，有特别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我觉得我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做减肥。好，意思就是说云儿已经很瘦了，不需要减肥。然后就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摄影师还说，哎，你前一天有没有就是进就饮食控管，我说我没有，我前一天刚好还在吃火锅，还在吃火锅，母亲，还在吃火锅，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次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其实大家其实在拍摄写真的时候可能会控管一个月或什么，但我就是没有特别去管控我的身材，我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有我可爱的脸脸是圆圆的，我前一天还吃火锅，啊，这云儿的招牌肉肉脸。捏一下给大家，是的，云儿没有特别的去做控管，就是云儿她就是用她最真实的样子，当然她平常也都保养得非常非常的好啦，所以没有再在意哦，都非常好的呈现。那也要问问看云儿，因为平常其实就是非常的可爱小女孩的感觉，那这一次呢做了这么大胆的突破，对你来说会有感到很紧张吗？或者说需要做什么样子的心理建设吗？可以分享给大家。其实那时候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摄影师他是 Chris 嘛，然后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师，所以我全程就是很放松在拍摄这次的写真书。重点是因为其实他后面有一个比较大胆，是大家可能看起来是双手是就是抱住胸口的部分，这部分其实是额外特别在做拍摄的。他就先说你要试试看吗？因为其实大家球迷们没有看过像你这样的风格，那如果你愿意试试看，我们可以来就是做一个尝试。所以我觉得那一次的拍摄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情况下，然后完成了这次的作品。对，是我刚刚来的时候球迷有跟我分享，他说他特别喜欢其中一页，你猜是哪一页？露屁股的吗？你怎么知道？原来真的是很云儿的小屁股蛋呢，我们在休息室很常看到啦，但这次呢也透过你们不能看啊，他特地呢在写真书呢分享给大家看了，所以呢还没买的赶快去购买哦，除了可爱的小屁股蛋之外呢，还有刚刚提到的非常性感的不好说，因为呢妈妈今天也来到现场了，那我想呢妈妈呢对于女儿吴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从小小的云儿到现在哇已经呢独当一面，然后甚至呢是出了这样子性感成熟的写真哦，不知道妈妈呢心里有什么感想呢？我们一起来欢迎群老师。先让妈妈跟云儿来合照一下好吗？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的镜头。要不要翻开来啊？哪一页啊？翻开吧，我们找到妈妈，你觉得哪一页是最不行的？哪一页？妈妈说这页也不行，这页也不行，这页也不行。好，妈妈眼神停下来，妈妈刚刚觉得说这里是只有穿内裤的画面不行。妈妈哪一页是不行的？哦，那我们就请妈妈摊开这一页。哇！好，我们让媒体们拍摄一下，让大家捕捉一下镜头。先看我们妈妈的中间。妈妈应该口罩。来，先看中间的镜头。低一点啊，低一点。好，来看一下左手边的镜头，妈妈左手边的镜头。来这边。
看一下右手边的镜头，这边，谢谢。好的好的，不能看太久，我们盖起来。不行，拿封面，然后我们再补一张照片。妈妈来的封面，再补一张照片。今天非常难得呢，云儿发行了我们的写真书。那其实呢，徐妈妈呢，从小带着云儿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然后好不容易把云儿养育成这么棒的孩子哦，云儿呢，不管是在啦啦队的表现，或者是在节目上啊，都有很亮眼的成绩哦。今天呢，也发行了写真书，把云儿最好、最美、女儿最美的一面分享给大家，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看一下左手边的镜头。那趁着今天的机会呢，留下一些难得的合影，以纪念云儿今天的这个里程碑。看一下中间的镜头。好嘞，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左手边的镜头。好，来看一下右手边。他不赶快在岳母工作。好嘞，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镜头，最后三秒。好，那我们要来听看看曲老师对于这本写真的有什么看法。来，我们麦克风一个给婷儿。好，妈妈中间一点。好，你全身都是汗，你是有点紧张。对啊，这么多人，第一次这样子，这么多人的台上这样子跟，就是跟大家见面，其实平常是跟就是在。马铃薯的不是，是马铃薯，是马铃薯，是马铃薯的啊，对，去聊聊这样子。对，那其实云儿他拍要拍写真集的前面的时候，其实他先问我一个问题，说妈妈，我去拍写真集，写真书啊，写真书，好，写真书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坎坷的，因为呢，毕竟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听到的那个是比较，更又就是比较更美一点的那种的啊。那当然，他现在的给我看到前面的一些写真的其他人拍的，那我是觉得这是健康的。那当然，大家看的视角是什么，就是由大家自己去看嘛，哈。那我也觉得说，这个写真你想要的核心是什么？对，就让他自己去想一下。那当然很感谢乖姐给他这个机会，那也很给他就是工作人员给他的支持，给他的支持，然后让他可以拍出来，还有那个摄影师啊，拍得非常的唯美。然后当然呢，这个艺术哈，不能是。应该讲说给别人用到不好的吧，好，这个借口是不好的。那但是呢，他能拍出这么好的，那相信就是乖姐他们有去思考过，这么棒的摄影师可以把它拍得这么漂亮。那当然也很感谢各位粉丝们能够一直支持云儿，真的很谢谢你们，也很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这样子，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曲老师，那我们让曲老师陪坐。谢谢妈妈，妈妈真的呢把云儿一路带大，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么呢，今天云儿呢也有这样子很好的一个里程碑来献给大家。妈妈呢说她要把最好的云儿一面呢呈现给大家，于是呢有了这本《允许暧昧》的写真书的这个产生哦。好，那么呢最后呢也要再问一下云儿哦，这本写真书的拍摄呢是夏天。对，是夏天。对，那夏天呢？你有什么在夏天拍摄有什么特别的？我有点印象深刻是那一次我们刚好在海边做拍摄的时候，一开始都是阴阴的，说哇，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就是刚刚好很舒服。嗯。结果到了中午之后，那太阳真的是非常的曝晒，那大概短大概15分钟，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就是有点刺痛。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到了下午的时候，我的身体上其实是有那个太阳的吻痕。对，然后摄影就说：“哇，你真的就是在这个曝晒下，你是直接是会红的，因为其实我拍摄这种红的话，其实有一点有点麻烦。所以他们就是我觉得很谢谢工作团队，还有就是所有的编辑还有摄影师，他们就是后来有幕后工作就做了蛮多的。嗯，是对。
谢谢时代出版社的帮忙，谢谢。当然呢，拍摄冬天呢有很冷的状况，夏天呢也会有出汗晒伤的状况，都是为了呈现最好的一面给所有的粉丝朋友啊。那最后呢，再来问问看明日，那将来呢，后续有什么样子的规划跟打算呢？我目前呢还是会好好的待在中心兄弟大家队，然后继续跳。好，大家好。对，一年还十年，哇，这么久，之前是 patience 的 old girls。我陪你，我陪你，好好 old 啊。其实我明年还是会带着大家，对，是的，大家可以安心了。明年呢，还是看得到云儿活泼可爱的样子。那明年呢，除了举毛巾之外呢，也可以把写真书带进场举起来哦。谢谢刘翔说的是，谢谢大家今天就是不管是从。高雄、台中或者是可能南投来的粉丝们，很感谢你们，就是一早就来这边排队，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买写真书的各位，也谢谢你们，就是买了允许暧昧支持我，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小马允许们，谢谢你们。啊，什么？大马允许了，好意思说是大马允许，你站那么远。好啦，希望我们的马铃薯呢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大团，好不好？对，大家呢一起支持云儿，云儿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哦，不管是在啦啦队的演出上，或是在节目上呢，都有积极亮眼的表现，大家也一定要用力的支持云儿，好不好？哎，很棒。那接下来呢，云儿身为我们 Passion Sister 的小团宠哦，非常调皮，但是呢，大家还是很爱他，他每天在那边。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会夺回刘余地，刘地步，带着地步。刚刚还想要打 pass， 看有没有人要提醒他，没有。所以等一下的中场表演是这个吗？真的吗？所以有人乖一点，会生气。那我们今天去回曲老师，不要生气，他已经气了你好几年了。没有啦。对云儿真的是又爱又恨啦，我自己也是啦。那我们呢，云儿当然也有很好很好的人缘呢，所以今天女孩们也来到现场，我们掌声欢迎 Fashion Sister。来，跑百米，冲上来，第一个冲上来的是不是昨天跌的？对，哇，好漂亮哦！哇，欢迎我们的展晶、西西。林可、晴儿、Lindy、君君、Julie， 还有波波，那我们呢，把鲜花呢送给我们的云儿，来到中间。对，好，把鲜花给云儿，那我们呢，先来拍几张照片，云儿到中间，然后大家往前，来看看拍不拍得下去啊、哦。你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是这里。OK。拍得进去吗？我们看一下画面，可以吗？侧身靠前一点。来，可以先看中间。拜拜拜，加入哦！我们视线先看正中间的媒体朋友，停留三秒钟的时间，三二一。好，来看一下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三二一，好，来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停留三秒钟的时间，三二一，好，来回到中间的视线，我们再停留五秒钟的时间，二一，好，来有特别视线要补一下的，帮我喊个声音好吗？我不应该下这个指令，因为大家都想要看不同。好，那我们正前方，我们再多正中间的时候，我们再多停留三秒钟，三、二、一，好，差不多了，来，拜拜。好，谢谢我们女孩今天特地呢来到现场支持哦。那么呢，也要想问问看女孩哦，想法，我听说有一位自告奋勇想要发表的，举牌。火辣的画面了，对 ，OK， 我请立白发表一下。我那时候是抢先看，那时候大家全部人都没有，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第一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这样看了。
你说出版社也是闭着眼睛印刷的成品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就是在办公室，然后就直接偷拿，直接这样翻开看，然后眼睛就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然后开始有一种啊幸福的氛围感，姨母笑，姨母笑，对，超级美。然后我就跟他说，好美，你真的好美啊，受不了，让我就觉得整个人融化了。但为什么是我？我刚刚没有举手，你没有吗？我没有，他说的。我们呢，再请由发行过写真书的君君来分享一下。我其实翻开前几页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他书里面呈现的那个感觉，跟我平常认识的他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照片，其实你们透过眼神是看得出来他想要散发的氛围跟传达的讯息是什么。然后因为他平常在场上是非常的比较调皮然后活泼，可是他在书里面的眼神让我觉得他是也有文静的一面，然后跟展现出女生成熟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他整本书的风格是蛮日系清新的，就是我觉得是不失性感，但是也非常可爱。是，那我们呢一样有发行过写真书的短金，有什么看法？因为我其实是刚好跟允乐有一起跑通告宣传他的写真，那其实我觉得那个主持人他们在打开允乐的写真的时候，都有一种哇吓到的感觉，因为其实允乐本人大家就是对他的熟悉，就是觉得他比较古灵精怪，然后那种小女孩的感觉，可是他写真里面就是可以看到他女人味的一面，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会引人遐想的画面，就觉得哇太喜欢太喜欢这些画面了，对，所以就觉得哇好像看到允乐一个小女孩成长已经长大的感觉，对，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是耶，那我们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所有毕业女孩的写真啊，那么呢也想要看看大家给一些允乐鼓励的话，毕竟她是我们的小团长，今天呢有了这样很棒的成绩了，那是不是给我们允乐一些鼓励呢？我们请李蒋伯清啊。你的证件吗？不好意思，其实我有一些朋友有到现场，然后准备了一大笔钱要买他的书，可是听说现场已经销售一空了，对不对？掌声鼓励，真的。所以呢，希望他手本的人生写真集呢，然后也希望大家看到他不一样，然后也希望畅销各大排行榜，直到2030，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拜五年了，拜五年，拜五年，可以，可以。那我们还有没有来宾还想要给云乐一些鼓励？听说昨天最吵游行的第二车，对不对？对，第二车的车友，汪大姨，你们是那个黑白双煞？不然当时，哎，你差很多吗？你每次在休息室。怎么样？怎么了？辣火辣辣画面。哦，因为你们是同桌。这可以说吗？这不能说。这个啊，就讲一点尺度。他们就是在休息室刚好提到有一个很喜欢露屁股蛋，没错。然后有一个呢，很喜欢裸体。谁？全裸。然后刚好做，你要不要出？你们两个互相出卖一下，我把麦克风给你。莹莹她都会直接把衣服脱掉，然后遮脸。这是可以说的，完蛋了，这是可以说的吗？然后我还喜欢露屁股蛋，在我面前穿着一条内裤，应该写真都看得到吧？写真对吧？对，就是写真里面的内容，所以，但是我都是第一手消息的，而球赛结束就这样脱掉。上一次我觉得他们很有趣，他们都会说：“哎，因为你这个内裤去哪买，很好看，很好看。”都会团购，我们都会团购。对，君白最喜欢问。不要看君白这样哦，他都是第一个问的哦。你看，你的内裤在哪买？好看吗？就我们在休息室火辣的画面，大家如果想要看，就是去买书就对了。没错。整个都是在讨论内裤哦，大概娱乐其实呢。
呢，她的内在呢是非常的性感小女人的一面啊。大家呢一定要透过我们允许爱乐的写真书来窥看一下一个这个不一样的全新面貌。那我们再次掌声呢，谢谢我们的拍摄 sister， 谢谢。好，最后呢，大家补一个画面，我们拿着写真。好嘞，那我们啊，云乐，云乐帮我拿书的封面好不好？然后其他人呢，出卖一下拿很辣的一个人。云乐帮我拿书的封面。好嘞，我们看中间镜头，中间三秒钟。好嘞，看云乐的左手边镜头，左手边。好，来，来下面，地下这里还有。好，来看一下我们云乐的右手边的镜头。好，我们这一个画面呢，给我们的中间再看一下。好，谢谢，那再次掌声呢，谢谢我们的佩璇，谢谢，谢谢。好，我们女孩呢请先回座，那待会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回你的志愿前线的海报，那工作人员呢帮我们交还给大家啊。亲啊，那个差点那个大家找回失主。好，那我们谢谢女孩，请女孩呢可以来入座咯。那我们的云乐一样继续留在我们的舞台上了，那我们女孩呢两边都可以下回到我们的座位上稍作休息了。那接下来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媒体来进行媒体联访的部分了。